始的嘞，开始的嘞，开始的嘞。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.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't alone. Take me back to an age when the world felt small. Way back before we blew it all. 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.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't alone. Take me back to an age. 在都江堰看完超级水利工程和国宝熊猫后，我便沿着川藏北线去往下一站映秀镇了。果然，刚出都江堰市区，便开始进入山区了。路过映秀，地震遗址肯定是要去看一下的。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我国发生了以四川汶川为震中的特大地震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、波及范围最广、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，震级达里氏八级，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完全垮塌，而且这种垮塌方式是极为严重的，叫扭曲。什么是扭曲呢？就像我们每天会干的一件事情，拧毛巾，把东西完全揉捏了在一块。讲解员含泪向我们讲解着在地震中发生的感人事迹，我始终都不敢离讲解员太近，因为怕他看见我和他一样眼中充满了泪水。重建后的汶川映秀镇市容环境焕然一新，人民安居乐业，看到他们都坚强乐观地生活着，我们都很欣慰，希望以后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充满阳光、快乐、幸福。话说缘分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，在停车场我偶遇了老马大哥，之前在双廊服务区的时候我们露营时就见过面。旅行老马来自内蒙古，资深驴友，
前些年还骑自行车去过西藏，实在是令人佩服。虽然年龄如今到了70岁，但身体依旧硬朗。改装了一辆空间宽敞的全顺床车，一直走在全国旅居的路上。既然碰到了，那肯定是要一起吃个饭的，顺便尝一尝当地美味的豆花。接下来还有幸认识了一位来自南昌的姐姐，只可惜我们要走的路线不一致，只愿有缘再见。本来那个老大哥跟姐姐两个人，如果我们三个人能一起走同样的路线一起走的话，肯定会过得非常愉快的。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，只不过没办法，路线不一致。走川藏北线的时候，很多人出映秀后会选择去四姑娘山镇，然后王小金、丹巴、八美、道府，最后回到芦湖县，继续317国道。不过我没有选择这条路，既然来了，我就想完整的体验一次317国道，所以我选择接下来走汶川、澧县、马尔康、芦湖县。至于那同样很有魅力的川藏中线，我想下次来完整的体验一次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看到外面没有，阴沉沉的，雾蒙蒙的，全是雾气。他们这个映秀这边呢，他们的水分也是特别的充沛，雨水，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外面天空中带着一点蒙蒙细雨，像高一点的地方全是雾气。250米处有限速40拍照多发路段，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都江堰那边。都江堰那边给我的感觉也是跟这个差不多，就是那种阴天，而且水分特别足的那种，有点经常下雨的感觉。不过他们这边水质好，他们这边的水质做出来的那种豆腐啊、豆花呀、昨天我们吃了，哎呀，味道还不错。所以他们这边也比较流行这种豆花。现在就开始上山路了，因为下一站去澧县的话就开始上海拔了，所以今天肯定要开始爬山了。这就是真正的川藏线要启程了。旅游是心灵的向往，欠自己的旅行终有一天要还给自己。如果你不出去走走，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。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同时呢，也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您的关注与点赞，谢谢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